姜 style。Hello， 我是姜。在这一集全新的一集里面呢 ，Trevor 要寻找他的家人，他的老婆跟他的女儿，手上的武器呢，只有一把手枪跟一个棒球棒。那我遇到的僵尸可能会是跑步的，尤其是在晚上，会非常的多，而且没有电力。然后可能会遇到生存者，他的棒球棒是一个像铁锤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他的手枪是战斗手枪。我们先下去咯。哇，这好高，可能慢慢走。哇，这下面都是僵尸啊，你看这个车子。哇，那下面至少有十个吧。我们在打算在天黑之前离开这个地方，滑下去好像比较快哦。好的，我们先标一下地图好了。最下面这个超商啊，我们直接从山坡这边走下去，应该是比较快啊。哇塞，这个饥饿跟那个口渴度已经将近快过半嘞！我从这边跑过去，真的有点距离啊，超辛苦的。Trevor 加油啊！可能他的背包里面装太多东西了，跑得比较慢吧。这个光影好漂亮啊！OK， 我们已经到了这边了。哇塞，前面一堆僵尸啊！我们先收刮一下东西啊。哇，这是 7-Eleven 哎。哇，这饼干，这个饼干吗？这好像真的饼干哎。还有面包、可乐、洋芋片。好吧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这是玉米片吗？看一下另外一边哦。等一下，僵尸过来，僵尸过来。等一下哦，先把它干掉。哇，又一个进来了，糟糕糟糕！我先离开，如果开枪的话，僵尸就会围过来，因为太吵了，就会吸引到他们的注意啊。我有手枪啊。可以先解决掉一些，然后获得一些物资啊。看看他身上有什么啊？这个僵尸没有东西可以拿。靠，这个怎样？他东西只有一个啊！我先想办法先清掉这群僵尸好了。好，打头比较快哦。这个没有枪，没有东西可以拿。哦，这个有七个哎，是因为他比较帅的关系吗？哇，这有八个，男生比较多哦。哇，有僵尸跑过来了！天哪，这样跳过去，就不相信你过得来。嘿嘿，哦天哪，快天黑了，大家追着我跑了。这是哪里啊？这是餐厅吗？啊，这进不去！糟糕糟糕！我先站躲在这边。到底有多少只僵尸过来啊？三只啊！再叫就把你干掉！啊，居然他刚刚举手哎，真的假的？这僵尸居然会举手啊！来，这模组有 bug 啊！他跟其他的模组有冲突啊！举手啊！Listen, even your parents can't stand you. Screw you! 太好笑了。那个僵尸怎样？举手啊！去死吧你！这样就不可怕了。
这个第一集啊，真是欢乐啊！这招好用哦，有枪，僵尸跑过来就，来啊，来前面那个死胖子过来啊，来抓我了吗？举手，you make me want a love 去死吧你！来啊，你不是很会跑吗？来啊，来啊，过来啊，举手。Why oh why weren't you drowned at birth？ 耶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们这一集可以很快的找地方休息了。有一把枪真是好用啊！这个上面有什么？这可以修车的吗？不行啊，没有工具可以修车啊。看一下最近的路好了，最近要去哪里呢？啊，这个有车子在这里耶，再去扣押。可是到那边的话，警察会让我拿车吗？好吧，就我们就先去看一下车子可不可以拿到好了。路途真是遥远，要跑什么时候？半马吗？马拉松？哇 ，Trevor 已经将近24小时没有休息了。哇，这个饥渴程度已经到了顶端了，我可能需要充饥一下。也增加一点食物啊，增加点体力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进啊，趁那个太阳还没有下山的时候。哪边的叫声啊？哼，朝我跑来，来啊，过来啊，举手，举手。哪边？举手，去死吧你！来啊，举手。哦，这个僵尸咬我，哇，好多好多好多，哇塞！让我躲一下啊！哦，我掉下去了！哇，你们很凶哦，你们很凶的，举手啊！举手啊，对不对？你也举手，去死吧你！哇，又来一只！哦，天哪！啊！走开啊，你很烦哎！举手！哈哈，僵尸举手还蛮好笑的。我先捡一下东西啊，到时候盖东西比较好用。又来一只啊！举手。You look like you struggle with simple tasks. 好，捡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先找地方先过夜一下了。前面有个红点点是怎样？这个时候还有支线任务吗？Don't shoot! I'm just a lowly agent. Oh, you big! I can get you boarding tickets. Okay, 把他干掉了。这个小妞，你有给我钱啊？这把枪，不要，我的比较好。
虽然我还有一百多发。哦，不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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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啊！好，我要找地方休息了，这地方真的是太危险了。哦，沿路都是僵尸啊，可怕可怕！哦，都朝我走过来了。得上来吗？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先躲一下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这个叫声好多、哦。You are utterly ridiculous！ 去死吧你！那个戴帽子是怎样吓跑了？好，看来今天只能在这边过夜啦。先看一下这里可以用什么。可以装吗？哇、哦，这边有四个僵尸要干掉啊！啊，一个躲在这个房子后面啊，先把你射倒。先把这附近这三只僵尸干掉。哎，举手。僵尸引来更多僵尸，惨了惨了惨了！哇嘞嘞！是啊！哇吼，整片都红的啦！哇嘞嘞！那我先把这个搬走啊，然后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扎营好了，偷捡他的东西。哦，不要叫了！哇塞，这地方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扎营的啊！哇、哦，都全部都追着我跑啦！跳下去，跳下去！好，这里应该比较好一点的吧？这个角度，不行不行，这里是死路一条啊！哇，真的是太可怕了，这里。前面有火光哎，怎样？这个是哪里啊？这是街友烧东西的地方啊。哎，这个上面可以吗？这里上去。我今天在这边休息了，先把这个帐篷拿出来。哇、哦，有一只在下面哦。如果开枪的话，可能会引来更多只哎。但是没办法了，没得选了。死吧你！真的会引来很多只哦。在我的下面呢、啊，那我先冲击一下，快挂了。OK。那我射一下萤火啊，这个萤火放在附近，然
后啊，可以看可以做什么东西出来啊？可以做啊，可以做饮料哎。啊，这是喝饮料，然后这个呢，可以做什么？做食物，先吃一包食物。哇，手上的垃圾不能变东西出来哎。不对，打勾代表可以做它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做出来了。OK， 我看看可以做什么。我先生这个水。啊，水不能了。啊，这附近它要引火才可以变水出来。OK， 水不能用了。然后我们现在需要用 flashlight， 然后看可以变什么东西出来。变灭音器、消音器。OK， 然后可以煮肉。啊 ，OK， 先煮肉，肉没了，还可以变什么？哎，东西都花了差不多了。OK， 然后这把枪加一点灭音性。哎，为什么不能用？有 bug 吗？还是太靠近那个引火了？然后这个怎么加灭音器啊？真是的，他不能给我用。啊，这个。啊，这个不能装吗？我现在不能装。好吧，我先把附近的僵尸干掉，放在上面了。看到他的头了。OK。耶，太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在这边休息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